这欧洲大国拒绝买美国天然气，遭多国泼冷水，美国能源大梦破碎。近年来，美国爆发的页岩革命注石让当前的能源大国虎躯一震，后背发凉。自页岩油被大力开采以来，美国原油产量逐年上升，今年二月份的产量甚至超过了沙特。不过，与页岩油相比，随着全球环保意识增强，全球能源市场对美国页岩气的需求更大。但是最近，美国的页岩气却遭受了多国拒绝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赞助商链接：美国欲强卖德国 LNG， 德国誓死不从，这个原因很重要。据财经报社9月17日报道，美国企业预计最迟将在四年内开始向德国供应液化天然气 LNG， 并将挑战目前德国天然气进口 60% 的俄罗斯。此消息一出，人们几乎认为，此前美国虽然无法阻止德俄修建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，但仍然能实现向德国出口天然气的目的。然而，一天不到，美国的热脸立马就贴到冷屁股了。德国商报新闻网 Handelsblatt 发消息称，德国不会从美国购买液化天然气。事实上，德国不愿购买美国的天然气，并非是故意打脸美国，实则是不符合经济利益的考量。首先，俄罗斯天然气比美国的几乎便宜了55美元千立方米，且能大量稳定的供应。因此，俄罗斯天然气无论是价格还是产量都胜美国一筹，这固然不会让德国选择美国的天然气。其次，德国目前没有用来存放美国 LNG 的必要基础设施，而且在有更便宜的北溪负二项目的前提下，德国不大可能会投资建设新的基础设施。赞助商链接：中国也拒绝了美国的天然气，美国 LNG 出口大国梦破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 LNG 不仅难以收获德国的芳心，对中国来说也不讨喜。由于两国经贸关系的缘故，美国的 LNG 进入中国后的价格缺乏竞争力。中国直接减少了与美国在天然气领域的贸易。2016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，中国对美国 LNG 的购买量占美国总产量的 14%， 但5月仅有一艘从美国出发的船舶到达中国，6月份甚至一艘都没有。相反，为了填补美国天然气的空缺，中国却与俄罗斯签订了长达10年的天然气合作协议。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表示，未来十年内，中俄天然气贸易量将超过700亿立方公尺，俄罗斯将成为中国天然气进口最大供应国。赞助商链接：
总的来看，美国掺和其中的德俄合作以及中俄合作项目，俄罗斯都凭即实力占尽美国的上风。进一步拖延了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三大天然气出口国的梦想进程。据数据统计，三年后，美国天然气出口量将达到900亿立方米，冲击世界第三大 LNG 出口国的宝座。而据高盛估计，这900亿立方米中将有一半是出口到欧洲的。这意味着，美国若要梦想实现，必须干点实事，增强自身 LNG 的市场竞争力，而非靠恐吓，否则，梦想也终究成为幻想。